为什么要带头灯吃饭？因为琉球大停电了，他们啊，刚好是吃饭时间嘛。对啊，刚好在吃饭时间。啊，所以你们吃到一半发生什么状况？就整个大停电了，只能带头灯吃饭了。所以停电也是要吃饭。对。干嘛？现在都停电吗？对啊，现在整个琉球都大停电。啊，你现在带头灯要去哪里？看哪里有电呢、啊？所以这里本来的电线杆都是有电的吗？对啊。然后现在都没有电啊，都没有灯。现在已经停多久了？已经停了快一个小时了，而且还停了两次。两次哦。对啊。哇，啊，为什么也安呢？无人知就对了。没有，我们不知。都没电，按左手。定位都不熟悉。